你在帮谁吹头发？帮木炭吹头发。或者喷香不继续喷就好了，喷喷就好。你真是梦中人。嘿，还记得鹅的骑士季设计吗？现在不止衣服上看得到它，鹅还把它做成飘带喽，而且也一样是双面设计。反面的图比原设计更精致帅气啦！鹅的骑士季飘带卖场已经在虾皮上架喽，鹅的软胶钥匙圈还有骑行者飘带也都持续热卖中，赶快去鹅的虾皮看看吧！哈喽，我们又在鸡鸡中，不是鸡鸡，中鸟加油站。我们今天呢又要跑这个鹅的主场，那大家可以跳过啦，大家看过啦，大家拜拜。不是，我们今天要去露营。虽然你看这个阳光晒到，我觉得有点怀疑人生，但其实我们现在是冬天哦，因为冬天就是很适合大家去露营的季节。但不知道为什么最近中午超热的，我最讨厌在露营的时候流汗，然后不能洗头什么的，但是很久以前的回忆。大家没有在意你流汗，大家在意鹅鹿多久没有出门了。中间有去修车啦，修车片应该已经上了，继续看。对，修好，而且又坏掉，然后又修好了呢。目前呢，鹅还是有点阴影，还没有完全脱离那个恐惧感，所以今天应该会骑得更慢一点。但是装备还是要穿好穿满，虽然我真的觉得这个夏季防晒很热，因为它真的是蛮厚的。好，那我们今天要去哪里露营呢？非常非常的神秘，而且很期待。它有一个配合的水上活动，我觉得很赞。好，我们现在就赶快出发去我们的露营区。好热，我希望今天睡觉的时候不会流汗。不是说好冬天才露营吗？好热，赶快出发，希望我们到的时候温度是适中的。都很熟悉，因为鹅已经拍过无数次了。我觉得南投的山路最喜欢的就是中寮集集到日月潭这一条，它是一个139的小山路，它跟往彰化段的139那是完全不一样。但是说实在，那边的风景真的很不错。而最常跑的是中寮集集的139，再加上日月潭大山路这样。那我会这么喜欢这一条，就是因为有小山路就有大山路可以玩，平日没什么车，假日呢目前车也不到说无法接受的地步。那没错，我们今天就是要去日月潭，因为日月潭其实有非常多的露营区，所以我们就想说，日月潭去了这么多次，但是从来没有去过它的露营区，我们就想说，那我们来试试看去一下日月潭露营区，看看日月潭露营区跟苗栗的露营区比起来到底有没有差。好啦，那我们等一下就日月潭见喽。哇，这个斜坡，超可怕的下坡回转。没错，我们又来日月潭了。我们现在是要来日月潭露营区，因为呢，我们之前去的那个苗栗太行仙境啊，它很棒，非常的豪华。但是我们殊不知，大日月潭就有非常多的露营区，大概有500多个吧，懒得吐槽500多个。身为一个住在南投多年的人，来日月潭500多次，居然一家日月潭的露营区都没来过。虽然我们泰安有云海，但是我们日月潭有水又有山，很棒。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日月潭的露营区啦。为什么想来日月潭的露营区？为什么？就是硬啊，就是懒。当初在选露营区的时候，我是可以去苗栗的，就是马后炮，应该是摄影师懒，他就想要懒人露营，懒到极致，什么都不想带之外呢，他连距离都要最近。住住看好不好？我们再分享一下这个露营区跟泰安有什么不一样。那我们现在先下货，然后等一下去吃午餐，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日月潭好吃的餐厅。等一下就是介绍一下。I feel like I'm in a cage. The walls, they keep closing in. I need a place where I can breathe. Oh yeah, yeah, yeah. 这个是可以
哎、欸、哎、欸，对，怎么是白的？白的还都是蓝色的、欸，天机不可泄露啊！一切都来不及了。Let me swim deep, find a better way。你在干嘛？在工作。今天不是来露营的吗？露营还是要随时随地的工作，下礼拜一就要给展场的资料。我现在没有电脑，什么都不能做。怎么办？加油啊！努力啊！Swim deep, find a better way. Something to light up a spark again. 耶，终于到了，是这里吗？没错，到了。这边还蛮方便的啊，停好车之后什么都很方便，不用走了这样，或是租脚踏车。4000的话，九门就是500-500，而且他们餐不是一般的家常餐，是他们自己的特色料理。我觉得这一顿要说，我觉得比较普通的菜是什么？就是黑猪肉，黑猪肉，不是黑猪肉。这种家常菜我觉得就好吃，但是很普通。油鸡真的蛮好吃的，猪肉饭我觉得有点干，但是除了这三道之外，其他所有每一道都好吃。里面让我最惊艳的就是杏鲍菇，因为本人呢很讨厌吃杏鲍菇，但它的杏鲍菇是甜的，感觉杏鲍菇是用甜的去入味，然后外面裹一层酱，所以它是有甜又有咸，这样就这酱超好吃，我们都在靠那个酱来配饭。最喜欢的就是甜汤，非常的入味，非常好喝。然后我整个就是喝汤喝饱了，我还泡饭进去，来看这锅汤干巴巴干到几点？没有人放过他，把它全部喝干这样。百香果虾球，平常凤梨虾球太无聊，而且吃完之后还是会觉得腻，但是百香果超酸超解腻，跟那个百香的香加虾球超就可以吃这样。过猫沙拉，感觉是自己调酱，真的是每一道都很特别。感觉就是自己发明的菜，口味搭配非常好，所以我觉得今天每一道菜我都非常满意。但是听说它有个定位上面的困难，而且他们位置其实蛮小的，所以如果要来吃的话，听说都是要前一两礼拜来定位。刚刚也有一桌客人超过一点点订位时间，然后就直接位置这样。这边的口味我非常喜欢。我点。在哪里？有力气了，可是想睡觉了。不行，我们要骑脚踏车。那我们要先去露营区那边骑脚踏车。放脚踏车。到底多不想骑脚踏车？要去放行李，然后租脚踏车去尬掐。那我们赶快去露营区吧。小姐，小姐，你包包没有拉？没有拉。每个包包都要挂飘带。骑脚踏车，猜拳啦、啊，敢不敢啦、啊？决斗啊！Open！ 我来说明一下，这场决斗就是人数少的要骑人力脚踏车，人数多的可以获得电动脚踏车。看来是黑色方面的骑人力，三个男的嘛，可以啊。
电动的站这边，啊，人力的请过去。小杨，我记得你啊，你过去，你过去。对吗？非常适合骑人力车的组别。你们就不要骑比我们好吗？好，我们骑再慢也不会那么累。走走走。我的天！我们开全车。哎，这个真的是命中注定的，就是这个体重最重的都骑人力。拿着啊！大概是个生产的。那你晚上再处理它。不要跑去操场，我们脚要上来，出发。不要我生命危险！这刹得住吗？对，好恐怖啊！你会刹车吗？我们当然会刹车啊！为什么？加油啊！他转右脚，右转右转右转，哦，弱了！啊！哎，这转不过去啊！太窄了！所以他是没关系的。为什么要电动又没了？现在要先倒，现在要先倒，好一点。哎，他电动不够力。你要踩啊！算了，我要先倒。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这个双人电动斜立车很难骑啊，坐前座非常的难啊。我也是不会骑。这不是脚酸，这是手酸。我等一下表演给你看。那我就在后面当个废物，废物了这样，超难骑的啦。可是这里很漂亮哦。你怎么那么踩？我都在踩啊，我都没怎么踩啊，轻松踩就好了。我要说魔鬼上坡加力一下，不然那个马达看起来很可怕。我刚吹它都一直没电啊。机车不是很会骑，脚踏车也不会骑。不是，我这样吹下去它还不会动，它就吹一下就嗯，然后没有。明明就没有，整路吹都有。我刚刚就一直按，一直踩，一直踩，它都不理我。很愉悦啊，坐在后座。他起床不愉悦，把手端。这个是地狱组，谁不入地狱我入地狱什么之类的。快乐组。对，快乐组。你可以走路回家。对啊。为什么减肥之旅要换成电动车？我刚刚走完最后一路了，压倒了。哎，不要走。回露营去了。Hands in the sky, I can feel the winds of change. You live and you learn, and I hope I've seen enough to make something right. Make up what surprised by you. Want you to make my heart feel as much as I know it should. 我们到我们的露营车喽，来进去看看。这台车呢是住四个人，如果有特殊情况，这张大床就可以睡三个人，所以总共这台车可以睡五个人。哎，还不错。如果你跟朋友或是跟家人来的话，我觉得空间很棒，就是有种密切感啊。刚刚他说我们要在 FUV 上面等日出，我觉得超酷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我非常害怕，等一下再告诉你们我到底害怕什么。好，我们先去准备，等他们生火，然后用好把肉拿给我吃。计划通。I feel like
like I'm in a cage. The walls, they keep closing in. I need a place where I can breathe. Oh yeah, yeah, yeah.你在帮谁吹头发？帮木炭吹头发，还有三风水。或者喷香不继续喷就好了，喷香喷就好。被你惊醒梦中人。到哪帮喂猫？到现在已经10:30，天的那个水上 SUP 呢是早上5:30的团，所以我大概也是睡4个小时左右。明天日出团日月潭的气温会是10度到13度左右，因为他们说玩那个 SUP 呢不能穿得太吸水，所以我带的是运动的紧身排汗裤，上半身他是说可以穿保暖，所以我应该会穿个外套下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明天我会冷死。除了会冷死之外呢，我还非常非常担心 SUP 这个行程看起来好像很厉害很好玩，可是我很怕水，我都是在海滩浅滩处那边玩，我从来没有游泳出外海过，完全没有超过我脚踩不到地的地方，我真的非常的害怕，我怕冷又怕水，真的是非常酷猫毛很多的一只鹅。我不知道我明天能不能跨出这一步，我能不能上那个独木板，真的很可怕，好烦哦。好啦，那我们就期待还是不期待？好，我不要怀着这个忐忑的心情睡觉，会做噩梦。那我们明天潭上见，我明天水上见，好烦哦，我真的敢出去吗？拜。睡觉，而且腿好痛，身上穿太多衣服都没有用。好啦啦，我上面穿了4-5件衣服了。We are on a journey. 哎，不好意思，我在换衣服。你等一下就是这样把我打下水。拜拜，我们要回去了。冷静一点，冷静一点。教练他不会转弯。那我们先回去喽。我先回去了。上岸了，不要上岸了，待会打水哦。待会打水哦。名副其实的落水鹅。We watch the sun go down over the same old town like so many times before we. 不用讲真的，打不用这么讲的话。哦，好可怕。不会啦，不会啦。真的，我的晕倒。啊！我们没有撞他哦。我觉得他上船要花很多力气，花了所有力气再爬起来。干不干？没吃饭。在录吗？嗯，在录啊。飙船中，飙船中。哇，是啊。哦哦。
太坏了。伟鸿要来了没？伟鸿，快点啦！哈哈哈哈哈哈！一股全是。跟你各位说啊，昨天不要洗澡啊，是不是？Like we're twin flames in a different life. Deep connection lights a spark. It's like you know me in the depths of my heart. We're dreamers.名哦，真的、啊？没有在怕的啦、啊。你要完成观众愿望了吗？没有衣服可以换，不下不下，真的有日出哎、欸！真的、啊，很棒啊！那想说七点了，应该没日出了吧？非常无心推荐来玩 SUP， 就是怕水还是可以玩，你们不要下水就好了。你看你后面有人在水里面飘哎、欸！哎、欸，他在那边游泳啊，好夸张哦！不行不行，我没有带衣服。花多少钱不让你们把你赶下去？我打算去吃羊肉了。中午是不是要请吃饭？我已经请大家来这边玩了。这个人还带着空拍机上船，今天就是没有要下水的意思，这样太惬意了。可以加一大堆点心，然后在水上吃着开心的零食，还、可以教我的脚。这个是绑鹅肉，脱鹅的部分，超舒服的。哪天看日出已经不稀奇了，有没有在海上看过日出？这样拍教练，教练很帅。Watch the sun go down over the same old town, like so many times before. We look at the same old stars, battle the same old wars, like so many times before. 好玩吗？好玩，但是快吐了，晕浪中，今天撑蛮久已经不错了，可是真的很好玩啊，推荐大家可以来玩 SUP 上。刚刚我听教练念上头，但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沟通就好了啦。还好肚子，板子好重哦。吃泡面啊！是滑完 SUP 之后锻炼的，精力充沛的室友。开心吗？两天，爽。我觉得这边景很猛哎、欸，你看你的背后，这里真的很漂亮，会看到城市与山景结合的那种感觉。虽然我很常来日月潭，可是昨天看到那个日月潭夕阳啊，那个山景整个是蓝紫色的，好漂亮哦。我真的觉得你可以来这边露营看看，日月潭市区里面有玩，跟你来日月潭跑山完全是不一样的事情。昨天跟今天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日月潭，不是只有从这边看的，我们还从日月潭的潭上看，哇，那个日出真是太棒了。反正我觉得这两天这样子住下来是非常舒服的，而且这个景色虽然跟台湾是完全不一样类型，但是我真的觉得这里丰富很多。那空间虽然比较小，可是我觉得有种温馨感，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是非常好的，大家很亲近的感觉。很舒适，就看那种米黄色、米白色，就觉得非常的舒适，看起来很干净，所以这个露营车 very good。
所以这个两天一夜行程，我真的觉得非常值得，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日月潭，玩了人生第一次玩的 SUP， 我从来没有玩过这种东西，我是很怕到湖中央一个人孤立无援，然后救命没有人听到，这样真的很可怕。但是其实我们的教练都一直随时在旁，然后你掉下水之后，他想办法把你拉上来。其实我觉得你敢玩的话，他们也带很多活动，哎，靠在一起拍照啊。或者是他有那个跑板的那个活动，我觉得跑板超好玩的，我很想跑。但他在跑我板的时候，我就很害怕，我就觉得哇，我死掉。对，我非常害怕。但是这一切呢，只要落水就没有任何问题。反正呢，我觉得下次我还想再来，然后体验不一样的时间的 SUP， 非常推荐。今天行程下来没有一个低于五星，非常之推荐给你们。因为现在是一个露营季节，如果你们想要露营的话，可以来考虑一下我们的碧瓦特设备，虽然不是最顶级的，但是很温馨很舒服，就让人看了一眼就觉得我要住在这里感觉。我很期待还有没有更不一样的露营区，一定要来玩，真的是非常推荐，六星推荐。就这样啦，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我的频道，然后我们下次影片见。今天是我们的月月教练，然后想问一下，你们今天滑得很远吗？算有一点远，真的很轻松，不花什么体力，掉下去的人比较累。我知道，因为你没掉下去。对，我看那个爬上来爬得很累，这样。今天月月真的是超可爱的，他非常贴心的紧盯着我们阿哲。好，谢谢我们月月教练。那如果你们有来碧瓦特玩 SUP 的话，可以找他一起玩哦。好啦，常来玩，好，没事的，来看看。好舒服哦，这里到处都是拍完美景点的那个打卡点。哎，我跟你说，我刚刚又跑去跟月月还有那个Simon聊天，你跟他们聊完之后才知道，然后顺便分享给你们，就是日月潭有这么多露营区，可是只有他们这里有地利之便，跟离那个 SUP 的下水点非常的近，超棒的。所以唯一有 SUP 又有脚踏车，对 ，SUP 是用走路就可以下去了。去日月参访啊，什么都走路就到了，然后你去骑脚踏车也非常方便。而且我觉得他们有一个观念很好，就是他们说那个下水点，我本来以为那是他们离或者之类的，但他说没有，那边只是刚好下水点离他们很近，然后他们就是从那边下水，但他们就觉得有去用那个地方，他们就应该要去维护一下那边的地，所以他们有去跟林务局认养那块地，所以那边是由他们整理的。但是如果其他的业者要从那边下去，他们也是不会干涉什么。我觉得这边超棒，他们这个想法超棒的，叫做什么 SUP 还是 Super 啊主播。下次有来的话，我要攻击你，我要把你攻击回去，下水吧。好笑哦，突然变得很活泼呢。